然后 A 股、港股哈都一样，牛冠全球，这是每日经济新闻的标题。外资包括华尔街都在疯抢中国的资产。那在最后国庆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哦，这个上海的这个沪指哦暴拉了8.3%，刷新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那沪深啊，还有这个深圳两市成交将近是2.6兆，创下了历史纪录哈，都不断的在创纪录当中啊。好，所以委员怎么看？先来看一下这个华尔街的动态，还有贝莱德。这个有一个在摩根做事的老朋友，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哦，他说：“哎，老蔡啊，你怎么分析的？你怎么一直都对中国看多呢？你看我一路看多啊，我经济5%以上啊，等等哈。”我说我没有说看多啦，对，我这个跟医生看病一样，就是照诊断步骤 SOP， 没有个人情绪啦。他说你是指我们有个人情绪？我说你们可多了啦，那就会遮蔽你们看，看到这个好朋友就说，哎呀，你这没有问题，气色很好，没病，对不对？我们一切照规矩，照 SOP 哈。他问我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判断台积电在短期内上不了1000块？然后为什么判断中国大陆哈房地产低谷啊？他们都觉得已经会崩盘了。我说你们怎么判断？我不了解了哈。我就是注意到基本的经济形势。第一个，为什么中国大陆老百姓他 GDP 也没有比美国大，跟欧洲差不多，可是存款总数是美国加欧洲还大。哇，这个表示什么？他买股票买很少嘛。啊，房地产套牢了，他也不敢去动啦，所以就是全部放在存款里面去，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全世界找不到有这个国家，就是老百姓存款一大堆，那表示什么？他不敢动，那不敢动的话，表示他手上也没有什么资产可以卖啊，那既然没什么资产可以卖，股票也不太跌得下去了，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房地产卡住了，没有什么多两套房地产可以拿出来卖，没有啦，所以怎么跌啊？没空间可以跌嘛，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手上都是现金。那如果说，有一些刺激的措施出来，老百姓的资金就会涌出来嘛，就涌出来，啊，那怎么让它涌出来？就是降息、松绑、开放，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出来，啊，因为你以前哦，规定他说，哦，姓帅的不能买2户房子，哦，姓谢的可以只能买1户半，那他们两个当然，那我就不买嘛，这还用解释吗？就是这样子啊，他宁可都不买，懒得跟你官府那么弄，啊，现在你这个讨好他，哎，帅将军，这个第二套房哈，哦，这个自备款只要15就好，以前25，现在不用了，哎，可不可以麻烦你啊？这个给儿孙多买一套，对，就上来了。对，除了所有税制规定之外，一个心理效应嘛，对呀，啊，气氛，对呀，啊，那尊重你是买方啊，以客为尊啊，对，啊，李强说啊，说我们政府要做什么？要做这个投资者跟企业界的店小二啊，店小二不是弄个白毛巾放在手上吗？那好好请客人去投资吗？有啊，他现在一个个在推动，我觉得用的人也对，像潘功胜就用对了。然后他做的方法都对，他推出了我们讲过互换便利的措施嘛，把股票锁起来，然后把钱放出去，他这一套会使得股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资金越来越多，那结果就是涨嘛，就好像解释嘛。那最经典的是什么？我最好笑，上个月还有台湾某一位民进党说自称投资大师的啊，你们都知道我要讲谁，他讲说你看嘛，这个香港的指数哈，比台湾的指数还低啊，就2天而已，香港股市已经超过台湾的股市的指数了，所以话不能讲太满哦。我们台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资金外援哈，外来的资金相对的没有香港那么大，然后可是要退潮的资金，好处退潮的资金也没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稳在那一边。可是我们抬不动大型股，像台积电这种大牛股要抬得动很辛苦啊，所以为什么 NVIDIA 可以涨12倍，台积电只能涨1倍？但是我想问你，像摩根大通还有贝莱德，为什么之前也都看走眼？他们不是看走眼，他们就是，我是觉得啊，他们有点呢不太用科学态度在看问题啦。哦，啊，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觉得，奇怪，白宫也唱衰中国，
然后国防美国国防部也唱衰中国，大家都唱衰中国。我如果写报告哈，哇，是中国潜力无穷啊！对，因为里面都是专家嘛，他应该跟你一样看得到各式各样的财经科学数据。是啊，有时候那种官僚体制哈，一看。哇，我将军脸色不对，我还敢谁说韩冰好吗？我打死我也不敢、啊。就还是要有点政治正确、啊。对啊、，IMF 也有啊。你记得前几年了，两年前嘛 ，IMF 写说，中国经济4%表现不错，马上不是被美国政府给训了一顿了吗？他想改回去3.6，我说就是5就是5，科学告诉你就是5。后来就是5嘛。哦，对，然后他们就慢慢的，一看，不对了，时间到了，赶快改成5。把那种机构里面就是不允许底下的研究人员完全用科学的态度去看问题啊，对啊，他怕到时候要起立站敬礼啊，对不对？那就很累啊，都没办法，他自我催眠太久了。对啊，因为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在讲嘛，房贷的危机，对不对？这个碧桂园啦、恒大啦，对吧？这个老百姓不舍得消费，这都是现象。对，不是他不愿意正视说存款总数就是比美国加欧洲还多吧？他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老共这次三管齐下，对，选的时机多好，十一放大假，对，这边股票飞涨，刚好美国降息。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看那些大妈股票一涨就在喝下午茶，有钱嘛？你看啊，这次十一大假，股票涨。老百姓手上敢花钱，他就原来最怕的就是不舍得消费嘛。对，如果没有钱消费也没办法。对啊，这股票赚钱的第一个就点火吧。对啊，股市疯涨是点火，连外资都要抢进来。以前不是修理中国大陆，外资都撤场了吗？事实上，连那个什么，那个郭台铭那个什么，从印度撤回中国大陆。如果大陆老百姓的存款真的很少，你唱衰他。是有个科学基础的，那这个事实摆在那边，你为什么不看呢？为什么不看呢？对不对？你说哇，这个帅将军整天穿的衣服都很平常啊，那种都是那种地摊货，就他家里存了黄金500两，你就不看这个事，对不对？人家看广东人看走眼，就广东人很多穿的破破烂烂，家财万贯，对啦。所以大家知道啊，就是说像这些巨头啊，什么贝莱德啊、摩根啊等等，里面专家无数啊，每个都是老江湖、老经验，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在这边摔了一跤？还是中间有很强烈的，对不对啊？对了，政治上的一些干扰啊，这个上面也是得照顾好，要不然日子不好过。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